比较秀水的状况，真的有留下记录。其实这个只要放个两天，大概是这样。帮我拍完就让给你们看，就看不懂。尤其是会出现那个。好，再换下一个。帮我们码一下，或不要拍那么近，所以不能码位置。这是毕竟是敲背的资料，刚刚我们有。这是摔机的，我们有没有变形的？这个是不用判断，到位置。口袋很深哦。口袋很深。这边是人手吗？对，然后 USB 放在背景做 USB 接口融掉的。对啊，拍摄这个防水气密检测完成的呢，可以移动角度到这边来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 Sony Mobile， 其实在防水检测结束了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会打开手机之后开始做检修。那么呢，做检修是在现场的每一位他们在做检修的部分。好，再换防水的。啊，我们会把这些记录的话会留半年以上。那消费者的手机进来的话，我们当然也会提供这样相片给消费者，就是让他知道他的手机其实进来状况就是这样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系统会存半年的时间。他们看到的